讲单位，单位大家拢总知哦。哦，咪个细里，细里大家嘛足清楚的吼、哦。有一类的拢总够唱歌的。那么安排这个无别人，就是细里的小师妹。哦，目前哦，我在非常的赞。哦，我在非常的厉害的角色哦。咱即摆是新代唱片，诶，咱这个新生吼、哦，啊、新生咱这个代表作啦吼。诶、哦，然后当时呢是咱大力大力的哦。大粒电视119，那咱这边的咱的好朋友在讲119内底面有咱这个方顺吉对无？哎、欸，啊，每一个人时段不一样，伊是咧两点开始的吼。哎、欸，伫咱这个119电视台，当伫咱这个节目主持人，啊，你就知讲咱这个原在吼，会唱歌又会讲话，哦，啊，等下咱再看伊跳舞安尼，然后吼，会当安尼，能歌又善舞，这是上盖赞的啦吼。啊，咱这原在有其他的咱这长处，也是一代名嘴啦吼。咱的电视台节目主持人，那么当时呢，哇，这份原在真侪分身啦，哦，康给做真侪代言什么？咱的好朋友，你知影乔佑代言什么？大家号称是山药公主对不？芒果公主对不？哦，而且代言葡萄，代言葡萄，我们的葡萄姑娘紫君，来宾请热烈掌声欢迎葡萄姑娘紫君出场。